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洪经理。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高雄市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由劳工局开设的劳工大学即将开课了，这次除了有劳动法令、运动休闲课程之外，还新增了名模名媛养成班，还有导演影片剪辑入门课程，希望提供给劳工朋友更多进修充电的机会。第31期的劳工大学即将开课了，这次除了有新开设的劳动法令实务班之外，还有包括运动休闲和文创艺能等类别，一共有130班的热门课程，鼓励劳工朋友把握终身学习的机会，为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再加分。我们在这一期有新开了20几班，那有几个班是非常特殊的。那首先第一个是第一次开的，就是有关名模名媛的养成班，来教就是来参加的学员他的美姿美仪啊、塑身啊、体态啊。那我想在这个部分，不只是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成为名模或名媛，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在面试的时候，其实第一印象很重要，那你怎么一出去就气势就让人家有一个好印象。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表示，随着劳工意识抬头，每次开办的法令进修班一推出就秒杀之外，这次新开设的名模名媛养成班和气球创意布置班，以及威力导演影片剪辑班也相当具有实用性，尤其能帮助创业型劳工开发更多职能，呼吁有兴趣的劳工朋友不要错过。我们是开一个叫威力导演的一个影片剪辑班，那就教我们一般的学员从不会到怎么去剪辑一些影片，然后把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趣的画面，你可以，当你也可以剪长的一些影像，也可以剪我刚刚讲15秒短视频，然后上网有可能就变网红哈。各位可能陆陆续续在这几年有看到一些宴会都会用气球来做装饰，是让我们劳工有第二专长，有兴趣可以来学我们这个气球装置的一个课程。值得一提的是，这期劳工大学开课地点除了遍及前镇区的劳工局和师甲会馆，以及鸟松区的劳工局澄清服务中心之外，在凤山地方文化馆以及旗津天圣宫和感恩堂也有新开设课程，希望提供劳工朋友更多元的陪力和充电管道。社区好新闻，李义清、黄兰君采访报道。树德科技大学为了善尽社会责任，鼓励学生投入社区服务，争取教育部高教生根计划，整合高雄、屏东和台南三个县市的产官学相关资源，以5年的时间共同推动，希望将资源有效运用在刀口上。来自高雄、台南和屏东产官学界等22个重要机关团体代表参与这场联盟签约仪式，场面盛大。这是树德科技大学争取教育部高教生根计划，希望善尽大学社会责任，将各界的资源做更有效的运用，发挥最大的效果。我们就会跟教育部或者经济部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争取计划、争取经费啊，来这个解决在地产业的，还有社区的，还有的问题，还有文化的发展的问题这一方面，啊，这个今天的这个联盟的签约啊，最主要的重点是在这一边。学校也利用机会向大家展现师生的研发成果，这个专为现代小家庭需求而设计的轻巧型吸带式炊具已经取得专利，希望能成功获取厂商的青睐，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它是以方便为主，像现在蛮多学生都是自己住在外面嘛，就是现在外食可能比较有，就蛮多风波的，所以就可能自己煮会觉得比较安心。电磁炉、电锅还有展板一些，因为这些作品都是针对使用者的需求去做一个创作，所以它是很有商品的潜力的。那透过专利的申请，还有作品的展演，我相信如果有一些厂商可以把它商品化，那对我们的所谓的使用者会有很大的帮助。由学校主导媒合，将学生的热情和创意连接产业和市场，也协助社区服务工作。更重要的是，有行政单位的资源做后盾，成为彼此最佳的合作伙伴。就是说，以前没有这个联盟的话，他各做各的啦，哎，不知道我们社区的需求在哪里啊，所以这个透过这个签约仪式，我会把我们社区所需要的
来跟那个学校来合作。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未来的合作的方向真的要考虑如何去落实，让学校学生跟老师实际进入到社区，就在盘点议题的时候就让学校跟老师还有学生参与，因为盘点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激发参与者的这个热心跟热情，让他们了解真正地方的需求是什么。这项计划预计以5年的时间进行推动，树科大希望把学校每年2000门课程逐步建立到资料库中，今年预计能整合100门课程。社区好新闻，张世明、黄兰君采访报道。因为连日的大雨冲刷，造成市区道路坑坑洞洞，市府养工处除了立即启动全面修补工作，挖管中心也加强整合各管线单位的刨铺工程，避免因为重复挖掘。根据公务局的统计，一年减少重复刨铺的面积达到2座足球场这么大。透过视讯监控，挖管中心充分掌握各管线工程进度及品质。为了进一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中心也提出新策略，也就是加强控管道路挖掘刨铺工程的整合，针对新建道路、孔盖下地及建筑案5大民生管线等工程开挖顺序排程，避免因为重复挖掘引起民怨。那建物联合挖掘，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主案，就每一件的建筑物的联合挖掘，我们都逐案做协调。那协调最主要是要减少整个对民众的影响，大管线要埋设。那在埋设的过程里面，如果说放任由管线单位他们各自进场的话，事实上对当地的民众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中心这边会去做一个排程，就是排定他们进场的一个顺序。由于道路挖掘影响居民生活品质，挖管中心借由整合会议平台进行工序整合后，再指定最后涌铺单位。除了缩短挖埋时间，也减少挖掘次数。完成后管制6个月禁挖，以维护道路的平整。统计过去一年的成果，减少挖掘的次数达到1600次，面积相当于2座足球场。以往管线单位他们在埋设的时候，各自依照他们自己深挖的位置去做埋设，但是我们在今年全部都改变了，就是说他已经要经过我们中心协调，我们会指定一个涌铺的单位、管线单位，做整个路面整体一次性的一个刨铺，那可以减少对民众的影响。最近连日大雨造成不少道路被冲刷，出现坑洞。养工处在接获通报后，除了紧急用冷料填补，也将在天气放晴后进行全面列管检修。目前统计路面坑洞修复案件约2050件，将以最快速度修复。同时也呼吁民众，一旦发现有任何路况，请加强利用1999专线通报，确保市民的通行安全。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义大大昌医院向旗山的蕉农购买了1500串的香蕉，在医院以1串10元的铜板价优惠给社区居民。大家买到新鲜又好吃的香蕉，都大赞医院真有爱心。除了义卖活动，营养师用香蕉示范营养好吃的料理，买到划算的香蕉又学到营养知识，真是收获满满。一袋10块，一袋整个一大段10块钱。大家跟蕉农交心，也为自己的健康交心。双手各提着一大袋的黄色香蕉，大昌医院院长张基昌顿时化身为香蕉代言人。为了帮助农民促销香蕉，大昌医院向旗山地区蕉农采买1500串的新鲜香蕉，而且用一袋仅10元的铜板价优惠求诊及社区民众，让人直呼买到赚到。我们要送给人家啊！要送，只是说这样很划算。哎，很划算，对对。这个是个很好，这个是，就是说社会上就是要相互这样的来支援，相互这样的来扶持了，这样我们经济才会发展。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蕉农的辛苦，我们也知道你们很辛苦，但是你注意到自己的健康了吗？没有。所以呢，蕉农本身已经付了很多心血，种了这么多香蕉，而我们呢，只提供一个影子，告诉大家
香蕉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食品。医院除了举办交心来测绘香蕉义卖活动，还用心安排营养师现场示范用香蕉做出的三道美味料理，有可以当早餐点心的吐司焦焦包，淋上芝麻优格酱的香蕉沙拉，还有适合运动健身后饮用的香蕉奇异果奶昔。简单几个步骤就能让民众兼顾美味也吃得营养健康。其实很简单，一片起司，一片面包，再加上半条香蕉，进入烤箱稍微烤一下，那就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健康食品。这么轻松，香蕉好不好？我讲不用我说，一定很好，希望大家都健康。香蕉本身富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而且一根只有100卡路里，相当于1/3白饭。营养师建议可以作为平常肚子饿或运动过后的点心。在场民众不仅学到吃香蕉的秘诀，也用铜板价买到香蕉，开心的竖起大拇指，称赞医院真是守护健康又有爱心的好伙伴。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社区营造，你我一起来。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让大家天天好心情。社区好新闻，报道区里大小事，看了好新闻，马上就有好心情。深耕在地，热爱高雄，社区好新闻，欢迎大家做伙来收看。社区营造，你我一起来。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让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庆祝6月15号警察节，也是保安大队雄风食堂启用的日子。由于保安大队搬到福德路的新地址后，一直没有员工餐厅。企业董事长听到这个消息，慷慨捐赠了40万的厨房设备，要让辛苦的玻璃师大人每餐都吃到最新鲜又营养的饭菜，让远景直呼这是最有价值的警察节礼物。为庆祝6月15警察节，由原住民波利士组成的乐团带来一首首动听歌曲，嘹亮穿透力十足的嗓音，带动全场气氛。同时也庆贺保安大队雄风食堂启用，在警察局副局长郑明忠及保安大队大队长陈文耀带领下，拉下红布条，食堂设立对努力维护治安的警察同仁来说别具意义。整个大队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大家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吃的问题，然后三餐就要是要买便当啊。那我们也试过就是用外汇的方式进来，但是同仁吃不到2个月，我们做个调查。不想再继续的达到90%，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同仁殷切需要一个自己的厨房、自己的餐厅。不过也有人很好奇，明明是保安大队的餐厅，怎么会取名雄风食堂？因为我们保安警察大队无线电代号就叫做雄风。那刚开始要命名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请同仁脑力激荡，以雄风食堂这个名词啊是最高票。所以我们就命名就雄风食堂。保安大队自106年5月1日搬迁到福德路新址后，目前所有软硬体设施几乎都到位，但独缺员工餐厅。金良企业薛董事长得知消息，二话不说慷慨捐赠40万元厨房设备，让远景直呼是最有价值的警察节礼物。最近下雨天的时候出门又很危险，那现在有我们自己的食堂可以帮我们煮，其实我们就会比较方便，然后因为我们大队自己有在控管，所以食材的部分也都是比较安心的。那烹煮的部分也都是少盐、少油、少那个不会对身体有负担，比较健康这样。我觉得警察真的很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那董事长他愿意这样子花这么多钱，然后为了我们的饮食来做这样的贡献，我觉得很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不分日夜，更不论晴雨，警察总是站在第一线执行勤务，维护民众安全。三餐经常就是便当解决。薛董事长感谢远景无私奉献，除了捐献设备，还加码致赠加菜金，要让玻璃师大人吃到热腾腾的饭菜外，也能兼顾营养美味，充饱体力，捍卫港都治安，再接再厉。
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市府交通局推出清凉公车放暑假活动，六月到八月的三个月的期间内，累积搭乘次数最多的前100名就送冰品兑换券。小朋友持儿童卡搭市区公车免费之外，还加码抽海参馆的套票和冰品兑换券等等，让大人小孩都能够清凉一下。在太阳下挥汗等公车，还好上了车就能够享受清凉空调，还能够抽好礼。市府交通局在暑假期间推出清凉公车放暑假活动，鼓励民众搭公车出游，不但凉爽舒适，还能够免去塞车和找停车位的困扰。高雄气候非常的炎热，那我们公车空调是调整的非常的充足了，所以我们清凉公车就是我们在公车车头 LED 那边我们除了显示公车的路线编号还有起讫点的资讯以外，我们会打出清凉公车，我来告诉民众我们在夏天这段期间，我们搭高雄市公车在车上是很舒服，而且不用日晒雨淋。搭公车吹冷气，还可以到各大景点、百货公司和电影院等等。另外，即日起到八月底，用电子票证搭市区公车，并且到清凉公车放暑假活动网页登录，就有机会获得冰品兑换券和屏东海参馆亲子跳票。所以在这三个月，我们儿童卡儿童小朋友刷儿童卡搭我们市区公车，比如说民主干线168干线这种市区公车就可以刷卡免费，我们只要搭公车累积次数前100名的我们就会赠送冰淇淋的兑换券。另外我们有另外一个加码的活动就是我们刷儿童卡除了免费以外只要你刷在这三个月里面刷，你就有机会可以抽中我们车城这边海参馆的亲子券。暑假期间持电子票证搭市区公车，除了持续享有一日两段吃到饱、捷运转公车限折3元等优惠之外，还推出优惠月票方案，民众就可以省钱搭公车。公车月票是一个月479，那学生是399，那你只要花小小的一个金额你就可以在一个月之内都可以不限次数的搭我们的市区内的这些公车。另外，要更方便搭公车的话，市府交通局建议民众可以下载市府交通局发行的高雄 iBus 公车即时动态资讯 App， 查询公车路线和公车到站时间，不必在烈日下苦苦等候，享受清凉公车为旅行。社区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一家蔬果店联合多个友善耕作的农友，将各式的蔬果由产地直送到市区，为求新鲜，因此少量多样，不时还有市面上少见的蔬果上市，引发抢购，也让民众多了一个选购安心蔬果的管道。民众利用上班的空档来这家蔬果店采买晚上要吃的食材，也有人是住在附近，看到这家店干净舒适，不论平时或假日都可以来采买，很方便。我觉得他们的东西比外面来讲就是价格亲民，那东西也蛮新鲜的。对，那重点是像他们都还会有写一些履历，就像说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田坡菜之类的，外面其实买不太到，或者是他们这边的招牌八角茴香。也是外面几乎就除非你是在像巨蛋下面这种比较高级的卖场才会有贩卖的。这一家蔬果店虽然不是标榜全部都是有机认证的蔬果，但都是老板到产地严选几个友善耕作的小农，自己在运采买新鲜的蔬果。因为要取得有机认证条件严苛，也会反映在产品价格上，因此想以自产自销的方式开店卖蔬果。然后找到之后，我们会去做联系，联系完会去他们的农场看看他们的，因为我们也是务农的，所以他们的栽植状况，是不是田间环境啊？田间环境栽植状况，我们会去评估啊。菜市啊，有些有农药无得啦，产地安那来，咱无清楚啊。所以即马即个大家开一间，方便，阮就来安尼。孙仔要食，拢嘛爱健较健康诶。蔬果店的规模不大，一篮一篮的蔬果都排列整齐，还有清楚的标示。有些蔬果大家比较少见的，老板和老板娘还会在网络群组上分享这些食材的营养成分和料理方式。客人想要买什么菜，都可以在群组上订货，成为另类行销方式。大茴香根啊，讲个猪脚肉啦，
煮鸡肉讲讲啊，搁爱拍拍个呀，讲小可拍一个安尼啊，剁剁个啊来煮鸡肉。很多人吃大黄瓜、吃小黄瓜、吃南瓜，可是他觉得好吃，可是他却不知道它的食用的一些营养价值。那些我希望都可以介绍。刚开店的压力比较重，那我们现在因为有做一些网络上的行销，那有一些外送的动作，所以其实就是希望蔬菜新鲜，然后一直流动这样子，对，然后创造一个对我们店家来讲是一个薄利多销一个状态了。食安问题让大家开始重视食物品质，也会选购经过认证的食物，不过价格能不能接受见仁见智。而这家蔬果店在超市卖场和假日市集中创造另一种自产自销的贩卖方式，供消费者多一种选择。社区好新闻张胜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四维国小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这一次的全国中小学科展中崭露头角，勇夺国小组的第一名。为了肯定师生的努力，学校特别举办四维儿童科学周，邀请得奖学生现身说法，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同学投入科学研究的天地。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符号是四维国小五年级的陈新妍从生活中的察觉和发现，因为喜爱纸牌，也对数字有强烈的敏锐度，让他探讨出数字归位的游戏秘诀。这项研究的结果让他在全国科展比赛中拿下第一名的好成绩。换成 cycle， 然后发现内部通路跟外部通路，然后就可以比较快归位。平常他们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把乱数的扑克牌把它排成原本顺序的样子，可是后来在排的过程中发现好像当中有些规律可言，所以最后就在经由探讨跟观察过程当中就发现有这样的规律。四维国小参加今年高雄中小学科学展览会表现亮眼，学校特别安排四维儿童科学周，让获奖学生分享研究过程，也能鼓舞其他小朋友一起发现周遭问题。各个项目有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那两个佳作，那还有一个团队的创意奖。好，我想这些都是给四维国小这些年来老师的努力，家长的支持，那小朋友也从中获得了一些学习跟成长。另外一组得奖团队，因为平时用含氟漱口水漱口，但希望能够找到更天然的原料，就以学校容易取得的植物做萃取，让大家能够刷得安心，更能做好牙齿保健的工作。因为我们就从网络查到，就比较有可能是高氟的，然后我们实地用仪器去测，然后就是发现最高的，我们就把它做成牙膏。有桑树，有毛虾、魔草，然后还有那个洛神花，然后月桃树等植物，它都是具有高氟的那一种植物。现场还有许多有趣好玩的科学游戏，就是希望能够吸引起学童的兴趣，也借此肯定得奖学生，鼓励大家积极参与，争取更好的成绩。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力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的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七月十四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二，适合祭祀、修造、出行、盖屋，不适合动土、破土、开仓、安葬。冲牛煞西方，58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洪静怡，我们下次再会。
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苦力。袂歹。一步一趋，一卡一力，阮做伙来用心。